下面请您欣赏八马褂，表演者高峰、郭德纲、于谦。高老师的快递啊，好嘞，哎呦，还有我的呢，了不得了啊！这是那金条啊，嗯，对，哦，于老不要这个，拿过去吧啊！哎呀，人都是礼物，到我这一封信，嘿，谢谢朋友们吧，得嘞，非常难得呀，俺们老哥仨呀又聚齐了，是的，哎，这回我终于站在这里了，你看看啊，这个以往跟他们合作，我都得站在紧那头，哎啊。现在咱也扬眉吐气一把，为什么这么讲呢？为什么呀？回到家乡演出，心里比较激动，嗯，也特别的高兴。这里是我的家乡，也是他的家乡，嗯啊。你给我拦你一下，为什么要得来这么一下？不是，我一般都是这个视角啊。而郭先生那就不用我介绍了，嗯，是吧？我希望您多介绍介绍我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个是于谦老师，哎，对。好嘞，谢谢大伙儿。哎，这个是郭德纲老师啊，是我，是我，是我。我说他们怎么跟于老师合作很多年了，哎，对对，搭档。你怎么也来了？不是你让我来的吗？那行啊，咱不开玩笑。好的，天津是曲艺之乡，错不了。各个曲种啊，各个剧种啊，大家都非常熟悉，嗯，也很喜欢。拿我来讲，我也很喜欢啊。我对这个曲艺艺术啊，相声艺术可以说是告爱。什什么？你等会儿，我没听明白啊。嗯。什么叫告爱？告爱就是非常喜爱。你这不录像吗？邮告，这不录像吗？不，就是对这个要了亲命。您等会儿吧，您等会儿吧。您再说一遍，那叫什么？告爱，那叫邮什么？邮告。这个这回记住了吧？邮告谁记住了啊？念错了，兄弟，不是是邮酷爱，邮酷。哦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有优酷的朋友们，的各位各位友友们，对不起啊。嗨，您连友友都知道，您不知道优酷啊？哦，优酷啊，优酷。我见着大家，我有点紧张，有点紧张。不至于，这是酷爱，对咱们的相声艺术，对吧？我了解相声艺术，说学逗唱四门功课，错不了。刚才他们的劳动耗子，那不属于曲艺啊，嗯，那属于劳动耗子，多新鲜呢。今天我来到这儿，别开生面啊！我也不说了。你要干嘛？我给大家唱上一回，朋友们，您欢迎不欢迎？好，嘿，好，这个谢谢各位家乡父老啊，咱们永远都是一家人啊！谢谢您。您这今儿有点太高兴了，老高啊！我不得卯着吗？你还唱一段？唱一段？我都没听啊，这不唱。这老两口子啊，假装没听我唱过。今天在这儿，我真卖卖力气。好好好，唱还不唱那俗透了的。哦，刚才是他们唱那个形式，咱不唱了。那您呢？唱上一回，您猜不着啊。哦，多少年绝技舞台了啊？哎，真没猜着。哎，太平歌词，是个是。你听这掌声，哎，我拦您一句啊，啊，什么叫太平歌词啊？嗨，你这啊。你哪儿的？还绝技多年了，你还问他什么叫太平歌词啊？是是是是，谁现在不知道太平歌词？谁都知道啊！你们知道的是那个平常常见那个段子啊。我说我唱这段子是绝技舞台，人家说这没毛病，失传的。你会再多也有你不知道的。那倒你这话我也听，那太棒了，对不对？好好好，我唱太平歌词，太平歌词可以可以，朋友们，那可得唱新鲜的啊，多新！告诉你绝技舞台的嘛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俩，甭说底下各位啊，我们俩不知道。知道的就成，那肯定不知道。哎，那可有意思。各位，咱倒保不齐，他们有时候钻进这玩意儿厉害着呢。哦，你们肯定没听过啊。注意听着啊。好好好，我们要抱着学习的态度啊。太平歌词呢，应当是用这个架子鼓伴奏，我也没带着，我都没听说。所以呢，你等会儿，你这麻药劲儿没过去吧？麻药干嘛？你怎么了？你这架子鼓不像话了，你不都革新了吗？现在没有革新也没这玩意儿，它不够架子鼓钱。您说拿什么鼓？玉子板什么鼓？没有鼓。对呀，鼓都平了。那平鼓应该拿玉子板进行伴奏啊，但是我那玉子板确实落在平鼓了。哦，知道吗？北京远郊叫平鼓。是是，我今天就没有玉子板了。没有没有吧？咱就什么勉为其难了啊。嗯，其实我带着呢。人家在后台了，哦、我给人愣唱了啊，愣唱啊，这愣低了，这玩意儿更难啊，错不了，听着是清唱，嗯，拿这个敲筋儿啊，啊，敲筋儿，好家伙，代表节奏，你没听过啊，没听过啊，来吧，太平歌词啊，来啊，听词儿，你听着怎么样？我听着像剁馅儿，
剁馅儿，这得剁多进去啊，让精神集中啊。来来来，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。哎，老高，老高，可以了，哥。还没唱，你都合唱了，你没听见吗？大伙儿都合苏了，还用你唱？这是我的回音吧？你拉倒吧，你快啊！《白蛇传》这个打有狗那年头就有啊！你这人说话净夸大，什么年头有的狗啊？你今年多大？我38了。38年了。你这不对啊！你那意思我跟狗一块来的？你比狗大，咱们是一块来的，您自个儿看着办吧，是吧？您这段我们听过，哎，这玩意儿我们会。这段子都会，当然了，这不能算正式的唱啊，这是溜溜嗓子啊。哎，回到家乡唱，能唱这俗透的段子吗？朋友们都会，我给人唱啊，是，还没他们瓷实呢。哎呦，对不对呀？这是溜嗓子，哎，溜完嗓子再唱那段，对不起了啊，好，对不起了啊，你别客气，那卷毛先生啊，对不起了。嗨，什么什么什么？什么叫先生啊？哎，哦，对对对，卷毛，你不叫先生叫什么呀？卷毛是对的啊。对，这是实际情况，这都怎么了？这个，快来吧，阿高，快来吧啊！注意注意，我唱的生段子。第二段得是一个新鲜的了。哎，对了，这我新挖掘出来。太好了，注意听着。啊，还得打着板。那隋炀帝无道，他行事凶啊！行了，行了，这这闪板，你甭闪板了。嗨，弑父夺权啊！您唱的是盗版的啊？我这还不对，您这还不对了。您这都知道秦琼观阵呢。行。就这样啊啊！又夸我小个子，就这样啊！什么话呀？我跟您说啊，我在我可不留面子了啊！您跟谁客气啊？这是天津卫啊！啊，是没有你们俩这么挤的我的。我再唱一段，你要再会，我告诉你，门口可就是海河，我要把你们推下去，可不算我不对。凭什么呀？我们招你不你唱吗？行，你等着我的，我等你，你等着我，听听这个，等你啊，全会，我等你释放的，太平歌词，我告诉你，你会那个都是短段，对吗？啊，是啊，太平歌词有长篇听过吗？没听过，大叔啊，哎呵，短段都没人听，谁听长篇的呀？太平歌词长篇大叔，我给你来一段，听这个，好家伙，没听过长书，这就好办了，来，注意听着啊，您来，这一字儿写出来一家方量啊，二字儿写出来上短下横长，三字儿写出来横着墙的穿字模样，四字儿写出来那四角四方。你通上电了是怎么？我唱你怎么抢词儿呢你？我怕你唱错了。告诉你会，哪儿大叔？这是你三爷这是啊。行啊，就这样啊。好，你们老哥俩夸我呢，沆瀣一气啊，狼狈为奸。就这四个字你会写吗？就是这用八个字的前后啊。对，挤得我啊，没挤得您呢，是这意思哈？什么叫挤得你？这就会你太平歌词，回了家乡，老几位这就让我栽在这儿了，是这意思吗？没有这意思呀，谁招你？一晚上吃什么了？你这是啊？是你们这管的盒饭呢？就是啊，你连盒吃了？不是你跟谁？心里想着好难受，连侯爷那盒我都吃了啊！好家伙，行，就这样。啊，唱一个接一个，唱一个接一个。不，天津德云社朋友们开业刚三天啊，我在这宣布一个不是太好的消息。哎，什么？别介，朋友们，别别，嗨嗨，我准备退出德云社。哎呀呀，哎呦，兄弟，别别别别别，太挤的人了。别别别，作为班主和班主夫人，这不去能这？哎，哪儿？我跟你这么说，白骨夫人，哪个白骨夫人啊？兄弟，千万别不能这个样子，别退出，别欺负人呢。不是，原来网上说他们欺负人，我还不信，您知道吗？兄弟，兄弟，这不优酷也都录下来了吗？得嘞，今儿就是我诀别人间的日子。哎呀，门口就是海河，我告诉你，老高，老高，打小我就憋着跳海河，别害臊，家大人不让，有的是机会，我终于成年了，今天。哎呀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千万别退出啊！你退出你得饿死，你知道吗？嗨。那倒是实话，那你管不着，我愿意那么死一会儿。您刚鼓岔气，这不跳海河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，哎，朋友们，高老师，友友们，咱们拜拜了。高老师，你倒是把抖音号交出来再走啊！你最后说几句，说几句啊！我劝您几句，您跟我一块走。我不，我不去。嗯，到海河那儿，我推你一下去。算了，我跟您聊两句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走，我先是走，我不拦着，我就问你一句啊。这就走，多新鲜！你不拦着我都到海河了，我就不回来了是吗？你看走了那个有几个回来的那个，没有回来的，从此就不来我们这剧场了。哎，打这儿不见面了，知道吗？好，哎，好吧，脱下来，哎哎。
哎，等会儿，我这等会儿，哎呀，都这岁数了，小胖手，干嘛你小胖手？废话，您怎么了？您这干嘛呀？你们这岁数了都啊？废话，临死临死扔，让我晚节不保是不是您？啊，你也是想多了啊。哪儿？他穿的马褂是我的，我可等到这句了我。哎，阿高啊。小胖手过来，行吗？别着急，，我想问问这马褂谁的？这个啊，这你管着吗？您你看，您这叫抬杠，问你是谁的？你问这话都不像话。走到大街上了，看见一位同志啊，老贾先生，您穿这西服是谁的呀？那不打起来了吗？有这么问的吗？我们没问就打起来了。谁跟街上问了？这不刚发生吗？小胖手撕扣吗？这不别说小胖，你老说小胖手干嘛？是，那到底谁的小胖手？你谁的马褂呢？你问这个？对呀，那个卷毛的。我怎么那么些外号啊？我，哦，是卷毛小胖手的是吧？对，就是他的，给人家。你说多干脆啊！给人家，给人家。废话，不能给他。凭什么呀？哎，凭什么？这个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给他，他当时他就敢撕了。我的，我怎么我扔了？我撕了。你别着急，你讲理不讲理？人家的东西怎么处理是人家的事儿啊。那不行啊！凭什么呢？凭什么？你净说那个，你那意思，我穿他这个啊，就得给他？我不是打他手里借出来的，我给他了。我找人，人找我要来，我拿什么给啊？哦，那得打谁手里借的呢？这个啊，我是打他媳妇手里借出来的。废话啊，打他媳妇儿那劲。哦，他媳妇儿啊，你也害羞了，你想起什么来了？你问他这话，你赶紧解决您的问题吧。我们那事儿呢，不能搁桌面。哪儿有你们的事儿？这个，你说这怎么回事？嗨，那天呢，我不是应了一个活动吗？嗯，就是这个逗笑社这第二季啊，聘请我去啊，说让我当这个总导演去。啊，总导演，我一琢磨，开机仪式，咱得穿的体面一点啊，是不是啊？这玩意体面吗？你看，传统的服装，传统的艺术吧。啊，我就需要像穿一个马褂。嗯，穿这个马褂，我一家里的翻箱倒柜，除了裙子就是裤衩啊，没有马褂。你翻谁家去了？这是？我爱攒点这啊，让您见笑了。这个人爱好咱管不了啊。对对。啊，然后呢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就想啊，要买一个，那得花多少钱呢？这个玩意儿买就不如借。哦，哎，我就想起来了，嗯，卷的哥家有这个，是吧？什么叫卷的哥家呀？卷毛的，毛的哥家。哎，我上这个卷毛。别再起外号了，成吗？行，我这么会儿四个了，行了，别瞎说，人家小胖手不乐意了。对呢。再多了我也记不住了。是是是啊，我上这个卷子哥家我就去了啊，正赶上啊，卷子哥不在家。哦，卷子嫂在呢。卷子嫂，对啊，我说卷子嫂啊，卷子哥呢？嗨，卷子哥喂王八了。呀，什么话呀？这叫不是什么话？这叫上那个老魏那儿忙活去了。哦，魏文亮那儿啊，行，老魏那儿忙活去了，忙活去了。哎呦，我是不在，我那什么找他来呀、啊？我不是别的事情，我也不是憋着那什么。既然您自己在家呢，您把门先带上，是不是？哎，等会儿，你这叫什么话？啊，嫂子在家就把门带上啊？怎么了？你虚那样吗？啊，我不带上门，一会儿你顺门缝跑了，你嘿，说不清楚，说不清楚，对不对？你就说马褂的事儿就行，你们俩就说马褂的事儿成吗？别的不，谁这串门啊？开着门说话是错不了，对，待客之道嘛。说的我快害臊了。我来找您呐，没别的意思，我也不是找您，我找卷子哥呀，借一件啊马褂，哎，准备逗笑社第二季让我导，嗯，要导不了呢，哪么能参与参与呢？咱也是个荣幸，不行那个举着话筒扛个机器我也能干，是不是啊？大差离格，您这哎，这马褂有吗？嗯。嗨，我们卷的嫂，没关系。嗯、那什么，需要、嗯、要什么来了？什么脑子这是啊？卷的嫂健忘。我说你是耳朵不好，是脑子不好啊？对，马褂，马褂，知道什么叫马褂吗？嗯，嗨，马褂，你卷的哥有好几个呢。嗯，啊，等着我给你拿去。嗯，上柜子里边翻箱倒柜，嗯，拿出来就这个啊，就这件，就这个，嗯，给你这个去拿走吧。嗯，哎，就给我了。嗯。给我拿着，我穿着就出来了。嗯，刚要走，把我叫回来了。哎，他爷爷呀，
你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，等会儿吧。你这辈儿我都听乱了，不像话，这个、啊、那什么不像。你要这么拎，咱们怎么拎这玩意儿？是不是？你有你什么事啊？你管阿卷叫什么？啊，叫卷大哥，还是的呀？我听着跟不是我们家事儿似的啊，哪儿就出来卷卷嫂？怎么管你叫那个呀？嗨，我这是官称，你这是官称。您爱拿我开着，老说我岁数大啊，老说我是也不几零后啊，说呵，你跟爷爷似的，就说我岁数、啊、这个理解，这个他们叫他叫祖宗也是那个意思，是吧？那咱就理解万岁、嗯、是吧？他爷爷，您别走啊，我跟你说点事儿啊。你卷子哥呀，在外边天天的说话呀，云山雾罩，有招三不招两，嗯，一来二去说个什么呢？啪，让人问住了。好、哦，他又还不上眼泪啊，脸上就难看了。那是，脸上难看怎么办呢？回到家里头啊，就拿我们几口人的撒气。哎呀，你呀能说会道，嗯嗯，你跟他要走到一块儿呢，遇上个为难招窄的，他说话让人问住了，嗯、或者说的不像话了，你有学问，脑子快呀、啊，哎，把他这个话头接过来，你给他圆满着解答喽，嗯，给他答的圆盘磨磨稀泥、嗯，别让他寒碜喽。这个马褂啊，哎，你先穿走吧。哦，明白这意思吗？我明白了，我穿他这马褂并没有白穿的，明白啊？对不对啊？这个卷大哥，谁卷的？你干嘛当真的叫是怎么着？嫂夫人跟他说的，说什么了？说您平时说话云山雾罩，天上一脚地下一脚，等会儿经常让人问住。等会儿一问谁说话云山？他刚说您一让人问住了，脸色不好，当时就绿了。我从上绿他没说，你说的这是。咱别添油加醋，怕您听不明白。我早明白了、啊，反正他在外边呢，穿马褂呢，就是替您圆圈着说。是你先等会儿，我用他替我圆圈着说。不是，你看人刚才说的，谁说？我听他说话我就生气。不，您自个儿您问，您自个儿问。废话，你问。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。哎，我先问，你还走不走？嗯，你走不走？不走也行啊。什么叫也行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走，你当时给我拖下来。你不走，你就好好在这待着。你行，不走。不走了啊！待会儿，好好待着啊！待会儿我们俩聊会儿天，咱俩一块走。你行啊，这不完了吗？就，说可气，这人说话。你哪天上他们家去要的马褂？上礼拜四吧。我、哦、上礼拜四啊，那没事了，没事啊。你一般是一三五是吧？我还想我哪天我啊没注意你去啊？啊是我那突然好像屋里稀稀碎，那就是其他人啊，是吧？啊，还有其他人呢啊！你看，你们俩聊挺热闹是吗？不是这事儿还说不说了？是他不走了，您别生气了。什么不走了就行了？又怎么了？这是多新鲜！诽谤我半天啊？哪儿啊？我说话云山雾罩，不照三不着两。我是那人吗？我说话云山雾罩，照三不着两。您这个动作有点照三不着两了。不是可气，还大身上啊？那可不是吗？嗯，我多少朋友，一片朋友，我招三不招两说话，我能交出一片朋友来吗？哪位不知道我好交朋友，对吗？我要招三不招两，我能这样？哎，卷爷您息怒啊！本来就是，我就不爱听这话啊！是是是，我天天跟朋友外边聚会啊啊，吃饭都是我请客，那是你像花钱那样啊？可不是嘛，家里有钱呢。对对对。你们岳云鹏知道吗？知道，我岳云鹏孙岳啊啊啊！昨天，嗯，我还请他们吃饭呢。您呐？啊，这你们前两天那谁啊？那秦霄贤啊，我徒弟，郭麒麟。哎呀，我儿子啊，几个人？嗯，上礼拜我们在北京，我请他们吃饭。呵，有个大人样。那可不是，这甭大人孩子，哪有那么多辈儿啊？是是是是啊，都是封建迷信，你们这都，我跟你说吧，我们就一块儿吃饭去了，都是糟粕，可不是嘛？就请他们吃饭，都当朋友，好像，对不对？都当朋友一块儿混，大聊啊！哎，上礼拜我们哪儿？电影坊，北京，哦哦，烤鸭店，哎，知道，烤鸭店，老字号，那可不是好几百年的老字号。我说走吧，嗯，那个孩子们，跟我走，我请你们吃饭，咱电影坊吃烤鸭子，哎。上楼我们就到了便宜坊二楼啊，二楼我们这天春天了，是是天也暖，我们把窗户打开，哎，打开我们找一个挨着窗户的桌子，它痛快呀，过过佛嘛，哎，我们大伙儿你们还点菜点菜啊，都别给我省着啊，哎，哪贵点哪个，喜欢吃哪个点哪个啊，大伙儿就点菜，就正点着这菜呢啊，可乐之极了，我您给说说，哎，就听楼底下啊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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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
蛐蛐叫啊？什么蛐蛐叫？这就到底了，是蛐蛐、啊，吓我一跳啊！那飞上一只烤鸭子来，嘿，您可以了，肥呀、啊，哎，没有脑袋，于老师，这于老师，这烤鸭子啪啦一声，师哥桌上了，我说你们老卷，你早叫我早听了，那是，您住口吧啊！怎么了？我没听清楚啊，这个打楼下飞上一只烤鸭子来。啊，怎么了？没有脑袋，还没脑袋？对呀、啊，落到我们这桌子上，我说赶紧吃吧，那就，咱们先把它吃完了，别浪费呀、啊。行，可以，您可以，您可以，您可以了，您可以了啊！您这就叫云山雾罩啊，这不胡说八道吗？不是，我怎么叫云山雾罩？它真飞上来，烤鸭子飞上来还没脑袋？你不信呐？我不信呐！你问他去呀、啊，这事儿他知道。他去看去了，他在哪儿？哦，那您先歇会儿啊。啊，阿高，阿刚，哎，对，叫的这么嫩哈、啊。哎，干嘛您是？天儿暖和了啊，他们竟出去吃饭去了。哦，哎呀，烤鸭子店，烤鸭子好，坐了一块儿，把窗户打开了，过过风。哎，对对，正要点菜呢，怎么样？有打楼底下扑啦啦扑啦啦，咕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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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飞上来一只烤鸭子。这烤鸭子还没脑袋，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哎哎、你 看没睡醒呢、哎，窗户外边飞烤鸭子。哎，小胖手，小胖手，又来了，少来这套，又来了，怎么回事？我脱下来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废话，废话，啊、不走了，不穿着吗？干嘛呀？不走了就不走了就行了、嗯。烤鸭子飞到楼上来，我说的。哦，这烤鸭子从啊飞到楼上来，这是他说的。哎，没有。有，哎，有吧？有，哎，你说有，有，太棒了！我要长长知识了啊！绝对有啊！那您给说说怎么回事吧？这事儿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啊！哎啊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想不出来吗？向您请教，这不用请教啊！啊，这不是立竿见影的事儿？哦哦哦，这马上，这还用我说吗？那太棒了啊！哦，这我也得告诉你，是吧？多新鲜呢！这脑子太慢，这个人，他这个事儿啊，他不是今天的事儿。对吧？他是头两天的事儿，头两天他的你要按今天来讲，他也得算过去的事儿了，对吧？过去呢，换句话说呢，就叫从前，从前呢，再换一个比较新的名词呢，就叫 long long ago， 是吧？从前这是新名词吗？这玩意儿啊，就是过去啊，啊，过去就是从前，从前过去，过去从前无虚乎？否则然而这个问题当然了，说了半天，闹了归齐，归了包，最总的来说，我这个意思大概齐你也明白了吧？哎，我糊涂了我呀。啊，没说、哎、您一句人话都没有，都是话佐料啊！我说这么长时间，你还没听明白？你说到死我也听不明白呀、啊！哎呀，干到死我就是临时工了、啊。对呀、啊，这句话你都没听明白，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他不就是说这个窗户外头愣飞进一只烤鸭子来？哎，就是这个事儿，你就想问这个事儿？对，这个事儿马上你一问，我就得告诉你这个理由，错不了。他这个理由是这个样子啊，你注意听，我听着呢。他这个他是什么理由呢、嗯？他这个世界之大呀，无奇不有。什么奇怪的事情都可能发生，是日新月异吗？每天都在发生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以后告诉你一个生活小妙招，知道的事情再跟人扫听，不知道的干脆别问。凭什么呀？我凭什么呀？干嘛呀？哪儿你就把我们打发了，还不让问？你这好奇心怎么那么强呢？不，您得有一答案呢。他这不就是很简单吗？那你说呀。我要不说你还真不知道啊。我一说马上你就了然了。那你说呗。这叫什么呢？话不说不知啊，目不转不透，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。嗯，有人说我不同意。嗯，说这砂锅没有铁锅结实。朋友们您错了。嗯，这个铁锅沾上水空气当中啊，容易发生吸氧腐蚀，最终生成三氧化二铁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老高，这个砂锅只要不摔它、不打它、不抱它，做梦去，哎哎，它永远都不漏。这叫砂锅不打，一辈子不漏。耶！啊，对，还真配合、哎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爸爸是不是卖盆的呀？你怎么还一套一套的呢？啊，我爸爸套圈的，你管着吗、啊？好，我套圈去啊，去。你别跟人捣乱，让我套圈了。跳别别跳，别跳，别跳，真是的、啊。您给我们讲一讲，到底为什么飞烤鸭子？所以嘛，是不是？它这个烤鸭子这东西啊，它这个有两种烤法哦，一种是吊炉，不是烧饼啊，一种是焖炉。嗯，吊炉跟焖炉它制作工艺啊，一般的老食客的一吃他就吃出来哦，有行对不对啊？一般你就拿这个摸鸭子屁股来说吧，嗯，这是一个幽默小段。
我给您说一说、啊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说这个杨少华呀，行，会摸鸭子屁股。刚走，老头睡觉去了啊。嗯，别摸老头屁股了，睡觉去了。不是我，他摸鸭子屁股啊，谁摸谁不重要，您得告诉我们这怎么回事啊？不，你这人你也死轴子啊，你非得问这点事儿干嘛？多新鲜呢！哎呀，你真是，哎呀，太客气了。回来。哪儿去？你跳海河去你啊？不是，我看看杨先生还在吗？这已回家了。哦，他这个他是他就是这个，您注意啊。哎，好。他是这个，我等他咳嗽完了啊。哎呀，哎哎哎！这差点黄饭，等半天等你这个，你咳嗽搅和了，你知道吗？废话，要不我呛死了。是，对对、啊，我想起来了。哎，好，太好了啊，找着话头了。来吧，来吧，说话就有头。哎、当然了，有头啊。他这个是他们几个人，刚才提的岳云鹏啊，什么孙越呀、郭麒麟啊，我们郭麒麟，对、他们几人，北京便宜坊烤鸭店。是的，这根儿对了吧？对呀、时间就是头两天，就上礼拜、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、起因、经过、结果，这都齐了啊。几要素都齐了啊。他们去吃的烤鸭子啊。那天呢，他二楼吧，二楼啊，二楼吧。对呀、便宜坊哈啊，往那这么一坐，正点菜呢，烤鸭子是飞这么愣飞上来了哈。就是啊，对他这个烤鸭子，他烤鸭子那个鸭子炉，你不进去参观过吗？谁上那儿参观呢？他得有一钩啊，勾着那鸭子脖子，那鸭子那东西，他得是去了毛才能烤啊，多新鲜 啊！鸭子去了毛之后，本身就很冷啊。嗯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冷给他穿点马褂、鸭子毛那是羽绒服啊。啊，把毛给他拔了，他又冷又很尴尬呀。啊，是不是？尴尬倒谈不上、啊。这怎么办呢？这个勾上之后一烤。好、哦、嘿，他得意了。为什么、下边有火呀，你甭管是什么他得有温度，有火呀，这一有火，鸭子行了，刚才羽绒服给我扒了，现在有火了，我可暖和起来了。但是暖和起来了，这温度是不是有点过高了啊？哎，友友们不要再加热了啊、再加热我可受不了了 啊，再加热了我可不行了啊。我告诉您，不是我吓唬你们，你只要再给我加热我可就要飞了啊。哎，这鸭子它是不是它飞、是拿这个热气儿这么一吹，那个鸭子见过热气球吗？哎，就飞起来了，明白了吗？热气一吹，听傻了，卷爷听傻了，热气行吗？这样说行吗？你还是先吃药吧好吗？吃完药咱们接着说啊。什么拜堂平、您这不像人话呀，热气儿怎么不行啊？热气儿就吹跑了啊。不行啊，你见过蒸馒头吗？啊一掀屉馒头全飞了。您这个不成功、馒头没翅膀、您再设计一个吧、再设计一个吧。他这不行啊，这不成、不行。那这个他是这么回事啊。当然热气他的温他不足以把鸭子弄出去是吧？对，他这烤得了之后，他便宜坊他有一种干嘛呢？送这个外卖啊，这就说有堂食有外卖，这你可以理解吗？那是没错的，合理吧？是外卖送烤鸭子，朋友们，现在烤鸭子您到那儿吃的时候，人家是推个车来，在那儿当着面呢就给您片，片完之后装碟呢给您搁在这儿，剩这鸭架子呢您拿走也行啊，给您做汤也行啊。您要是外卖，这东西可就不保险了。怎么呢？他弄半只片完给你送去了，你也看不见呢。对，怎么办呢？人家打电话叫这外卖啊，特别强调了，你可千万别骗好了给我送来，我吃过这亏。怎么办呢？您把那鸭子整只的您给我送来，送来之后呢，您带个师傅来给我在家里头骗，让我看着，不许骗人，这合理吗？有这样的？你看看送这鸭子，朋友们，您一般那外边点外卖他都拿盒骗好了给您送来，送整只的那盒装不下，搁塑料袋里头一闷了，一捂了，没法吃了，皮儿不脆了。那当然了，怎么送？朋友们，您没这经验，拿一根小扁担，扁担头里啊窝一钩，这钩呢就勾在那鸭子那脖子上，他要两只呢，前后两只，人走了，他就要一只，正好后边这钩上啊挂着一只鸭子，小扁担呢往这肩膀上一扛，这小伙子也会骗鸭子呀，到这儿哎撅着不远呢，他给人送去。这是送外卖的，这小伙子从这个便宜坊这刚出来他得碰见人呢，不碰见人这鸭子上不去是吧？多新鲜呢！他就哎正好对面来一人，没留神
就踩了这个小伙计的脚了。哦，小伙就不干了。啊，小伙计跟他就急了。哦，哎哎哎哎，索尼来，那么长那么大个子。这伙计姓马啊，走道溜点身呐、嗯。这是天津是北京啊？这、嗯、你甭管哪儿，小伙计是天津人、嗯，他这一踩脚了，这个你，哎，我踩你了，你把我怎么样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应该踩你嘴。哦，哎呀，知识面太广了，给他俩嘴巴。好，这小伙子不干呢。那，你说话，你为什么打人呢？啊，你怎么又改了山东人了？山东人了，他正练学四省呢。哦，他这个我这是一个没地儿说相声的小伙计啊。他报龙字科了。哦，好的好的好的。你那周主题不是学四省吗？是是是是。嗯，我拿小扁担抽你。哼，你看倒口多好。我拿小扁担抽你。哎呦，哦，他说的什么意思？拿小扁担抽他。哦，听明白了。哎，他这一情绪激动，要拿小扁担抽他。嗯，他可就忘了扁担后边还勾着一只鸭子呢。鸭子烤熟了，脖子挺糟糗的，对不对？那钩啊，跟那个脖子两下子啪嚓折了。嗯，哎，那扁担跳你。哦，鸭子脖子一折，那烤鸭子，是、哦，飞起来了啊，正好顺他那窗户上吧唧。正好落在桌子上，呵，这一人一看，哟呵，打窗户外边飞进一只烤鸭子来，浑身冒油，哎，还没脑袋，哦，那脑袋呀还在那钩上挂着呢，哈哈，怎么样？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，真行啊，真行啊，哎呀，累得跟孙子似的，本来就是又长一辈儿，又累啊，哎，兄弟，兄弟。真棒，别来这套，真棒，你甭弄这假招子，行，像话吗？这都是哦，窗户外边愣飞烤鸭子，那活鸭子也飞不上来呀，那玩意儿，我说话哎抄劲儿，你抄劲儿我可绕远了，我好，你个幸亏飞一只烤鸭子，你飞两碗嘎巴菜我怎么说呀，这玩意儿能飞嘎巴菜，行，不错不错啊，这是不错，你是不错了，挺好挺好，别废话啊，咱先说说这个吧，这怎么意思，刚才就没说这马褂穿多少日子？穿着，你着什么急呀、啊？不，你老催我呀，这不催不穿，穿一个月，一个月啊，一个月，说准了啊，啊，没错，五月三号，六月三号啊，啊，行行行，好吧，穿一个月啊，别走啊，闰月有闰月吗？没有闰月，没有闰月，这时候有什么闰月啊？行行，嗯，别走啊，我们赶紧说两句，咱喝酒去了，聊会天，说了就其实聊天是这么回事，多新鲜呐！好家伙，你说你我这是云山雾罩吗？啊，咱这是有真凭实据，只不过说话说出来以后，他们都听不懂。哎，他就说你云山雾罩啊，你着三不着两，实际上他没听懂。哎，他一解释倒是明白了，您就明白了吧？对对对，咱们这人就是这样，嗯，广交朋友，嗯，好。对不对啊？仗义疏财。哎呀，呵，啊，这是咱们这孩子们请他们上外边吃饭经常的事儿。嗯，您到时候我要请您吃饭，那就不能在外边吃了。哦，您到我家去。我愿意去。啊，现在呢，我愿意去。你也甭请，我自个儿去就行。您少来沙似的包袱，少来这套。嗯嗯嗯，您不认识我们家。哟。这话，您不认识我们家，说的我怪害臊的。搬家了，为了躲我，你都搬家了。我是躲您吗？那个，您搬还有他呢。对，啊，我搬家了。哦，您又搬家了。我请您到我新家去。呵，哎，啊，这可是好事。西伯利亚，我在那儿弄。您行了，太远了又冷，我上那儿干嘛去？您穿厚点啊。啊，您那景致您一般见不着啊，你西伯利亚我还真没去，是您老在北方待着，大不了您去趟南方，去趟海南，您西伯利亚去过吗？没去过，我要不请您这辈子您没准都去不了西伯利亚。哎，对不对呀、啊、到我家去啊，好好好，穿厚点，我们家屋里暖和呀，嗯嗯嗯，是吧，我在那儿弄了一别墅，嗯，漂亮，嗯哼，我估计再有仨月就竣工了，装修完成了。 哦西伯利亚，好，好极了，出门就是雪。哎呀，看企鹅，看海豹，看长脖鹿，啊，这什么都有。西伯利亚动物园这是什么都有啊？那地方要怎么说好呢？有烤鸭没有？烤鸭飞走了。哦，西伯利亚飞到北京遍一网的，他那蒸汽呀，这他有啊，你很蒸汽是吧？
咱们反正你请您到我家去，马上就装修好啊。好，唯一的一缺点那您说说，也不是没缺点，风大，哎哎，您看咱北京春天这风就不小吧？可不，跟那儿没法比，四十多级那边一刮，呜，那风人站不住啊，刮电视剧的风啊，四十多级都站不住啊，房都站不住，房它反正也晃悠啊，房子也飞到二楼烤鸭店去了啊。那儿我就还没开烤鸭店啊，反正那地方啊就风大，特别大。我弄那院墙，我院里有口井啊，我自己打水啊，吃那个甜水啊，啊，我打了一个井在院里头啊啊，就我那院墙，您知道这风多大了？多大？我那天晚上刮呀，呜一下这一阵风。把我院里那口井啊就刮到院墙外头去了，哎呦，这风太大了。后来我就说要不我这房就不要，可以了啊。怎么了？我没听明白啊。啊，风很大啊。嗯，把这院墙刮到井外头去了。井刮到院墙，刮到院墙外头去了。西伯利亚那么大的风？当然，四十多级呀。您这胡说八道。怎么胡说八道？不可能的事儿啊！废话，他就眼睁他这井就刮出去了，这事儿谁能知道呢？你又不信呢？我不信呢，你问他去啊！兄弟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又给你找一新题目来。他这是这样的，哎，那个为什么烤鸭子能上来呢？啊，他那个脑袋呀，可以还在那钩上挂着，这不重要，您知道吗？这所以他一路哎，这上来了，对啊。有人在西伯利亚有套房？不可能，那儿不卖房啊。下一话题。哎，你等一下哈，这个对，西伯利亚有套房，人不相信。废话，解释一下，这就不相信。要不你就干嘛？小胖手，你又来了。这废话，怎么回事？老有小胖手啊？怎么回事？给我拖下来。为什么拖下来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我西伯利亚有套房啊？那井刮墙外头去了。我说的有没有啊？哦，西伯利亚有套房，那井挂在墙的外边，这话也是他说的。没有，有，你有，有就有，今儿就今儿个了吧？太棒了，是吧？我就爱听你说话，我也跟您聊天，是吧？他这个他当然有了，他这问题他是这个样子的。说说，在那个马来西亚呢，他是，咱们一点点说呀。啊，西伯利亚不是马来西亚。不都四个字吗？那不一样，那差着三站地呢。在那个飞机三站地差不多。咱这圆谎能力那是、啊。西伯利亚有个别墅，哎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别墅呢，它那地方它冷啊，那是，是不是？他说了两遍让你穿厚底儿，啊，那玩意儿不管用，知道吗？他专门说了不穿厚底儿干嘛？你让他穿厚底儿，穿厚底儿。我听说穿厚底儿，那管什么呀？不唱戏，有穿什么厚底儿？他这个有个井，井呢，他因为风太大了呢，就给刮到墙的外边去了。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什么了？我明白了，啊，不就是这意思？井，那这有什么新鲜的呀？您得给解释一下为什么呀？这不用为什么，因为风太大了呀。风太大，不就桌椅板凳啊，连你都能刮出去，这有什么新鲜的呀？风大呀，这说大呀。您这个解释我们不满意，哦，这还不如那鸭子上楼那个。他这个，他井，他为什么就刮不出去呢？为什么呢？对呀，啊，因为他跟东西物件不一样。东西物件你再沉再重，它在地面上头。哎，他井，他你那意思镶在地里头就刮不出去了？那不行，那你得看井里有多少水了。井里水要是少了，它压不住分量，它照样风一大，它日，不像人话，不像话。您再设计吧。再设计它就是得这么设计啊，因为西伯利亚那个地方它跟咱们这儿平原地，它跟咱们这儿什么亚热带，想好再说，气候它不一样，那多，因为那儿比较冷啊，冷那个东西它那个地方它风大呀，啊，是吧？它那个地方它每天它得刮24小时左右的风啊，好，没闲着，是吧？是，它那个地方它净刮风啊，对吧？你到那儿地方的那个地方有那个地方的口音呢，还说了句西伯利亚方言，这是。哎，对了，您怎么说西伯利亚在唐山边上，反正都不远，三站地嘛，啊，它净刮风，
其实不是那个井啊挂在墙外边去了，哦哦哦，是当地人他倒听，哦，倒说话有口音，一来二去呢净刮风，哦，其实是没事净刮风了，净刮风他倒听净刮风，他听得心里去了，他就认为是井刮墙外去，其实是净刮风，不是他倒听，不是，你听听，你听你听本家的，本家给说说井。井院里那打水那井，井我懂，刮墙外头去了，净刮风，不是井，不是净刮风，不是，好家伙，俩老乡碰一块儿的这是啊，哎呀，老乡见老乡背后给一枪，我告诉你就在这儿，不是净刮风，不是，你再设计设计呗，哦，就是这个，刚才说这个不容了，净刮风，他井他不是口音的问题，哎，他就是眼睁这个井呢，嗯，就能跨到墙外边去了，哎，他这个井，他这井啊，他呀井，井的一般都在地底下是吧？多新鲜呐！对，上面那叫烟筒是吧？哎，他这个烟筒，他就是要是不冒烟的，那就是破烟筒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修理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哎，是不是？我也没问你啊。他这个井啊，井，朋友们，露露女人和井，这个思维太跳跃了啊！他这井，他怎么能刮墙外？他这不人话，哎，听您的呗。他这个他是话不说不知啊，目不转不透，哎，砂锅不打一辈子。好，又来聊，对吧？盐打怎么咸，醋打怎么酸呢？卓比仿佛这个问题，它是这个样子的。哎，咱这事儿这样的啊。However， 来，高老师您看这个，这个按照您这个话题，一会儿我又是那个套圈的了。啊，不，你别老提你，你别老提你，啊，你别，咱这里头不要涉及那些问题啊。啊，好，他这个已经够乱的了，错不了。井，啊，怎么能刮？他这个问题，他井在地底下，咱就不能在井里边做文章了。哦，哎，因为井啊，它这个东西它动不了啊，这玩意儿井它，哎呦，它可能是它这墙外边还有一口井，它多少年它不知道。哎，那天出去看见外边那井，把屋这井忘了，一看哟，是不是那井？不是，嗯，就这一井。你听不是外边有一个，没有，就一个。本家说了不是。哎呀，就一个，就一个井了，那也不能在井里找啊。井刮墙外边去，它这里边涉及到一个狭义相对论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它是井和这个墙的一个关系，在时空上和它这个一种错位。您这个脑子说相声都委屈，真的。我想当那爱因斯坦，您是是是，留胡子吧。他这个，他为他得在这个墙上做文章。哦，井动不了啊，它这个墙它不是砖墙，知道吗？也不是土墙啊，它是什么墙呢？它自个儿修的，抖机灵修，那叫篱笆墙，对吧？篱笆女人和狗吗？对吧？这就来了吗？篱笆墙啊，篱笆墙啊，有这么句话呀，叫遭篱笆一撞，撞到哪儿算哪儿。那天那个风啊太大了，朋友们思路马上就清晰了啊。那天那个风太大了，风这么一刮呀，就把那个篱笆墙啊给刮进来了。篱笆墙这一进来，把这井啊就给让出去了。这井让出去了，他那天迷迷瞪瞪的出门一看，哟呵，这井这是墙，这井怎么刮到墙外边来了？其实井没动啊，它是墙进来一块，把井给让出去了。明白了吗？高人，高人，高人，这就叫狭义相对论。哎，你这么一说，跟我刚才那个口误差不多。哎呦，我以为他们没听出来。他说这对吗？太对，有点意思啊。哎呀，老高，老高，高人啊，你行。你别老瞎捧我了啊！不不不，太不像话了。真那井能刮墙外边去吗？他要不刚说那句，我真没这思路。嗯，我提醒他了啊。您好啊，好个六好啊！别废话啊！一个月我可不给你啊，穿多日子，一个月零三天。你看，费这么大事，我汉都下来就多三天呢，一个半月，俩月，一个月二十五天，还有搁这儿了，就俩月。俩月，来，行，你还在乎这个吗？俩月，到时候给我送家去。你上我那儿取去。
废话，我就借一马褂，我还得取去。你行，我就送你，哪天不在我哪天去不完了吗？废话，不在你去。我行了，看见你，哎，老高，老高，看见他又这么。好了，你给我，我给你拿去得了。啊，行，你到时候给他，我给他完了。怎么了这是？这个解释您觉得合理吗？这本身就是这么回事儿啊，对不对呀？我那就是有房啊，这嗨，房多了。嗯，是，房多了，听出来了，咱家。全国各地、世界各地哪儿都有咱产业。家里头有钱不在乎这个。嗯嗯，喜欢玩，喜欢交朋友。听出来了啊！我马场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有马场。哎，都知道，所有小动物都在那里边。啊，有时候我也上那儿住去啊。嘿，太舒服了。这人就得有这心态，是好玩，对吗？我什么都喜欢。嗯，我那马场里所有动物，包括我那专门有间小房。干嘛用的呀？里边养的秋虫，现在秋虫都是反季节呀。对啊，我专门有人有几个把式在那房间里头给我，那叫粪呐。哦，这个技术名词啊，反正就是粪呐，就粪这虫。哦，哪什么时候都有，我喜欢这个。哎呀，尤其到节儿了，怎么粪的？它也是人工繁殖的，它那野性不成。对，真正你掐蛐蛐斗蟋蟀啊，那是要劲儿的。嗯，那得是硬劲儿的，你出去逮去。都这么说，逮那野的去。对，哎，去年秋天，我是正在屋里睡觉呢，啊，就听我们家，就窗户外头啊，就嘟嘟嘟嘟嘟嘟，烤鸭来了。您这耳朵有毛病，这烤鸭来，您告诉蛐蛐来，没脑袋是吧？热气哪儿啊？蛐蛐儿，啊，蛐蛐儿叫蛐蛐儿啊，那硬劲儿嘛。哦，我一听外边蛐蛐儿。我咱行家呀，我一听这个小不了啊，准到时候开牙，这是将军好东西，将军的料。嗯，嘿，我就赶紧叫媳妇儿，她起来，咱们俩去拿着签子，拿着镐铲子，咱们走，咱们逮蛐蛐去，拿着罩子，我们就出去了。到了门口，我一听这嘟嘟嘟嘟，没在门口，在我们家胡同口呢。这么大声音啊！胡同口呢？咱追呀、啊！这好东西啊！赶紧拿着东西追到胡同口，就听嘟嘟嘟，没在胡同口，没在胡同口，北京车站呢，北京火车站啊！好家伙，在北京车站啊！追呀、啊，追到火车站，一听嘟嘟嘟，在火车站呢，没在火车站，唐山呢？啊，那也追，按着口音来的啊！难得追到唐山，嗯，追到唐山。唐山有一地方叫小山儿，这可是老地方了。哎，追到那儿，我一听嘟嘟嘟。就在这儿呢啊！赶紧叫儿子拿着手电，媳妇拿铁锹，我们俩挖一个刨挖，挖了这么一大洞啊！嗯，我一看蛐蛐就在洞，我在里头了。我一看这蛐蛐，嗯，好，就蛐蛐这脑袋啊，就有这剧场这么大个儿，就跟天津德云社那么大，哎，就跟这剧场这么大啊，俩眼睛啊。探照灯一样，哦，就在这脑袋两边儿，哦，哎呀，这俩须子，哎，电线杆子似的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整个这个阿卷，可以了，长，卷累了，可以了啊，不是，可以了，我说的，哎，不是你，哎，这，哎，等会儿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怎么脱了？我不要了，我实在说不了这话。来，哎呀，我太阿高了啊！待会儿送阿高上海河，嗯，嗨，我自个儿就去了啊，嗯，谢谢各位吧，哎，感谢您。今天是开张第几天呢？第三天了，第三天是吧？是的，罢了。这个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难为大伙这么支持我们。我们哥仨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，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，谢谢各位、啊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拔马褂是个传统节目，哎，老段子啊，一般来说都是得愿意卖力气的人才能干了这个活。是阿高阿卷都非常好，我这就算落下了。那是是打今儿起这小胖手算是成了。哎，对，确实挺胖，很好，很开心，也很愉快。对，大伙儿今天又来着了，
嗯啊，刚才开场的时候，我们相声前辈，哎呀，杨少华先生特意来祝贺，意外惊喜啊！我们天津相声名家杨毅先生也来，是很感动，对啊，给我们今儿现场好多这个，包括梨园行的朋友们，嗯，我们京剧名家邓伟先生也在底下听相声，在这就坐啊，我们这个老生名家张克先生也在，都来了啊，京剧五丑大家啊，石小亮先生也在，呵呵。我还看你唱歌的叫张碧晨也在这儿啊，哎呦，嗯嗯，真好，谢谢各位的鼓励和支持，看我看我往这儿看快看，哎，来没来，而且各位来着了啊，相声艺术家老卷也在，卷劲儿太开心了，当然这儿起就改名了啊，太开心了，这个明天后天我们还得跟这儿演，对，这几天还要陆续的换一些个演员，没错。那、啊、你看昨天什么秦霄贤呐、啊嗯、岳云鹏啊，这都是上一轮的演员都回去了。啊、说这人都知道哈，岳云鹏知道哈，是啊啊，知道哈，秦霄贤知道哈。啊、你看这几个无知少女，这都人家喜欢啊，挺好。这过两天，今儿个张九南他们啊，嗯，这都是你们喜欢的疯狗派的相声演员啊。什么叫疯狗派啊？在后台我管他叫狗子啊，差点窜出来啊，很可爱啊，这个都是自个儿家的徒弟们，当然了我们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对，是是不是啊，这个在这些人里边我认为高峰的能力是最好，哎呦您可别的，我跟疯狗可比不了啊，是因为他打了疫苗了啊，对对，嗯嗯，我们仨人是师兄弟一辈的，哎，这话不假，嗯，我师父是侯耀文先生，对，谦儿的师父是石富宽先生，对，老高是范老师的徒弟，没错，范老师是、嗯、范导爱，哎，去，老得给他更正，嗯，我师父范振玉先生，哎，翻译过来是范导爱，不没有，不用翻译，不用翻译叫范导爱，哎、不，他就一个名字，范导爱，哎，我爱给他递这个啊，范振玉先生，哎，这个三位先生呢都去世了，哎，那么，哎，没有，我师父活着呢啊。好，给说死了您这谁的师傅谁惦记是吧？多新鲜呢！您这话有点过分了啊！应该过了这个小长假，您再说。就再活三天呢，还有两天。行，这算的真精。你别许给他回来讹你。嗯，我说话可不负责啊。那是那是。行了，希望老先生们健康长寿。这话不啊，希望相声事业长青。对，这行多好呀，对不对呀？站台上哈哈一乐，观众开心，这就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。没错啊，咱实话实说呀，为什么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就在这儿？怎么讲呢？尤其像我们这帮人，也没个工资，也没个工作，嗯，也没有拨款给我们，是全凭能耐吃饭。嗯，您的每一张票，我们拿回去养家糊口。是了，啊，这钱拿回来，有老人啊，孩子上学，啊，给我媳妇儿，给谦儿他媳妇儿。嗯，所以说我媳妇儿不用你给，我给关心嘛，那不是关心的事儿，拿着吧。啊，因为这有对付的吗？这个要不他心里不踏实。那你他踏实了，我不踏实了。来了，以后不给了。因为话，你看你这是你倒霉倒你身上了。怎么了？就这话没毛病啊。是，就刚才这句话写下来，你找地儿找物业部门告我去，你也说不出理去。我干嘛非找物业啊？告诉你，这就比方嘛，举个例子嘛，对不对啊？挣钱养家这是没有问题的。嗯，包括嫂夫人这个，我要批评你们大家啊。怎么？都怨你们，怎么了？我现在跟台上我都不能提谦嫂，哦，我一说嫂子如何如何，你们就乐。你看，你看，还真是你老勾搭人家啊！你们这一乐，显得怎么着是？看见接短的表情，你看，因为什么呢？其实台下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，哎，台上的话没问题，就你们过分解读。我现在我都不好意思见谦嫂，嗯。真的，我一见他我竟躲他。嗨，有躲儿这里。他喊我，你别走，你给我站住。嗯，你看我是嫂子，你别嬉皮笑脸。嗯，你是不是台上又胡说八道说我了？我说嫂子，那都是假的，闹着玩，你少来一套。嗯哼，你说完之后，他们都笑话我。对，嗯，你以后改不改？我错了，嫂子，我改。嗯，你改了吗？哎，改了，改了，这还差不多。那个最近天凉了，穿秋裤了吗？啊？怎么转那么快呀、啊？这个，嫂子，我穿了，你少来这套。啊，你准没穿？嗯啊，我看看穿秋裤了。快来！
不像话，你不怨他是不是？啊、怨谁呀、啊？这个我心里热乎乎的，确实温暖啊，那错不了。兄弟，你是不了解你们俩这交流什么呢？这儿交心，想想都开心啊。俩人交心，这个今天来这儿演出的呢，是我们这儿的部分演员、哎、啊。我让您出来跟大伙儿一块儿再玩会儿好吗？好。你看这爱谁的都有啊。啊。咱们从那边开始介绍啊。啊。一个一个来，头一个啊。我的爱徒啊，栾云平啊。这是高峰高老板。狗子往前站，哎，张九南啊。嗯。这是我徒弟啊，高九成，是我养狗的。哎，好，养狗的这是啊，这个大高个儿也是我徒弟，也是我外甥啊，王九龙。好，张鹤伦，哎，郎鹤炎思密达，嗯、啊，这俩穿紫大褂的是我徒弟，是天津娃娃啊，刘全淼，啊，刘鹤安，张潘啊。你看那高兴的啊，张鹤晴啊，这是我徒弟九队的队长张九龄，嗯，哎，张九龄花钱花得多，你看了吗？啊，主持人是我师弟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，嗯，来吧，咱们玩耍一会儿吧，好吗？你们都喜欢谁呀？啊，喜欢大南啊，王南。我助理叫大南，不是他啊，不是。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外甥，快来，上这儿来，快来。哎，喜欢谁？别着急，慢慢来啊。大火轮。哎，那个，你给他们表演一个什么呀？我害怕鬼，这不行，这不行。什么玩意儿？这叫正经来一个吧。来正经的孩子。咱来一个，来你出来吧。咱一块儿啊。又一块儿来啊。一块儿啊。连着三天了，演的都不叫玩意儿，嗯。前两天才艺展示完之后，这医生说不让咱俩来了吗？对对对，咱俩还是有病是吧？咱来什么呀？他不说好了吗？说什么了？来个西厢吗？不是，哦，是这儿吗？是吧？哦，一上来就来这个呀？啊，一上来来这，咱们就收了啊！来，张九南，你过来，快来快来，让我外甥平复一下心情。嗯，是我那个他们表演什么？你今天是头天过来？哎，因为前三天呢，我们变换演员阵容。九南是今天刚来的、哎、啊，头一场，来来来，你给大伙儿演一个什么呀？大伙儿那个背一个绕口令呗，不会别的，啊，啊，那个，就人观众说不行，行，那我就是背一个黑化肥发挥那个啊，谢谢，我实在不会别的啊，嗯、那个黑化肥会挥霍，各位这可不容易，没有演员头一句就错的，知道吗？这也就是我们孩子，来再来，是不是您给我一机会？是我给孩子一机会，嗯，黑化肥会花火。说再给孩子一个机会，你听人说了吗？喊退票啊！你也是想瞎了心了。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不退票，那钱都花了，我都花千嫂身上来来了。快来快来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那我换一个吧，师傅，有点紧张啊。换一个白化肥，换一个背一个别的啊。哪那么些化肥啊？好嘞，说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吃红鲤与绿鲤鱼驴的出租车司机，拉着苗族土家族自治州爱喝刘奶奶自制榴莲牛奶的骨质疏松症患者，碰到了别着喇叭的哑巴，打败腰的山前44棵死色狮子树的44只死石狮子之后，碰到了年年练刘娘的牛郎，念着灰黑化肥挥发发挥会挥发去医院就医。我每天坐着有骨质疏松症司机孙师傅的车，吃着不吐葡萄皮的葡萄，去山前44棵死色狮子树下面，去今年66岁超选说废话又花话费刘老六的学校，一起去看全校师生画红凤凰在粉红墙上，并跟他们一起读八了个白了个标了个冰了个奔了个白了个破。撞了甲沟炎了是吧？有点激动，有点激动。甲沟炎呀，我太开心了啊，太开心了啊！好，演的不错啊啊！现在没有这么愿意背罐了。好啊，点栾云平啊，来啊，小栾，来来来来来。哎，我害怕鬼，我看什么都没进来。我溜，这可不好来，不是每个人站在那儿都能来这个，这得多不要脸。张九龄啊，啊，九龄，不差你一个丢人的，快来啊！九龄说：“我别丢人了，还差你，真是。”别，来，哎，
我来怎么我也来，来什么都行啊，孩子啊，行行行，九队的队长啊，哎，我们这五天开业演出之后，德云的九队开始在这儿驻场演出了，就啊，他是九队的负责人。行，嗯，我给大家唱一个九队的队歌吧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太棒了啊，我打2018年就开始准备了，你也是想瞎了心了，嗯，来。九队九队帅气的九队帅气的九队，快来看呐，快来看呐！真的这个，不是，是我，我觉得九队有解散的必要。不是我说唱的，这是辱骂呀！我说唱又没说唱好，您还是太稚嫩了。我说让你当队长，没说让你当到死啊。嗯，好，高九成，高九成能唱，高九成，哎。因为什么呢？你看，在我徒弟里边，要说唱戏前几名得有高九成，他唱得好，因为他舅舅是开饭馆的，这没关系，天天放着戏的那个光盘，来，行，孩子，那我唱一个，唱一个，斗胆斗胆在这唱，哎，来，唱那唱评剧都行，京剧评剧都行，啊，未曾说话，笑脸儿扬，叫声兄弟赵连芳。常言说一文钱别倒，英雄汉献而今，我好比霸王困在了倭疆，我好比汉刘备坐置在了黄鹤楼上，我好比关云长被困土山岗，我好比林通山李渊遇杨广，我好比冲霄楼困住了伯玉堂。好，好，不错啊，谢谢九成，来，那谁，那个张鹤晴，来来来来来，张鹤晴能唱个正经的玩意儿啊！谢谢，来，是我先说，你准备，我压力有点大，啊，哎，没事没事，没什么，没有准备，但是那个这回来演出很高兴，好啊，我唱一首这个薛之谦的歌，您哦，这唱一首不认识，哦，薛之谦送给您的歌，哎呦我的天爷啊，刚刚好啊，嗯，来吧，我是这么理解的，我是好的呢啊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，我应该可以记得我的好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必再煎熬，不必再煎熬，你也不必在意我身上的记号。我在德云社真的挺好。于老师唱怎么样？不错，是吧？不错，嗯，比您唱的怎么样？我没听过这歌。哦，嗯嗯，哦，那您来一个吧。这不来不了。哎，我答应过于老师，于老师跟我说以后别让我台上唱了，岁数大了，多让孩子们展示。哎，啊，我还正经职工之令的跟他谈这事儿。后来想，嗯，不唱不唱，我在他手里有个短儿啊。这个，啊，还有谁要？高峰啊，高老师，您的唯一的客人在喊您。哎，嘿，罢了，你看多大气。我说二他妈呀，你赶紧把面发，咱家的红糖你大把往里抓，我去烙汤饼走了。怎么还三条腿啊？就搁在这儿了，真罢了，真好啊，都听够了吧，不要了吧，是吧？啊，谁大灰狼啊？侯爷，那就端吃的来吧啊，侯爷吃给你们看啊。啊，那行了，咱们唱一大西厢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个，咱们这样，哎，咱们多唱两句吧，好不好？从前面这个发四喜儿开始来，好吗？好，都会吗？会。来来来来来，开始。会的，往前站。往前站，往前站，来。受不了，都会。来吧。来。哎，别扒拉我呀！该谁是谁，过来。好，来来来来，来我先来吧。哎，来。弥补一下刚才的来吧过错，那尴尬啊！你起一个吧，我起一个。来，那个有没有动静啊？嗯，没拿呀。哦，你还有板呢？哎呀，了不得了啊！都带来了都，快点吧，今儿麻烦你们这是。好嘞，好嘞。往常都唱完了，嗯来来来，来起吧，来来来，来。
来来来，好，嗯，来，请拌拌豆腐。对，收来，高老师。哎，对，天津快板都没拌豆腐。那是，来。来了啊，朋友们，友友们。今儿在房中绣香袋，绣出西厢各色人而来。这一边绣的是崔小姐呀，那一边绣的是张秀才呀。豆豆了，起豆起豆强。张秀才来，你好歹，为何不挑粉皮墙而来？这墙又高来，门又大呀，姐儿把楼门大敞开。豆豆了，起豆起豆强。你是谁家俏郎才？薄布的袜子，蝴蝶梦的鞋，前门不见姐儿打水呀，后门不见姐儿抱柴呀。豆豆了，起豆起豆强。恼恨夫人老高明，叫我赶考狗奔东京。倘若是东京难得中啊，要见姑娘万不能，要见姑娘万不能。起豆起豆强，来九成来，嗯。小琴童儿不消停，手打着灯笼走进房中，尊声相公安歇睡吧您嘞。怎么样？明日清晨哦，早为登城哦。豆豆起豆起豆强，早为登城啊，早为登城，亲内同说话啊，欠点聪明啊，那功名好比浮萍的水，太平年啊，美貌的佳人啊，火化兵啊，年太平啊，不该来借宿普救寺中啊，来只在花园，我们两个两相逢，这也是那个前世前生安排定，太平年啊，耳听得敲楼起了更啊，年太平啊，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，哎呀，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，俺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，一心赶考狗奔东京啊，走过三里桃花店啊，越过五里杏花营啊，桃花店前出美酒啊，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，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，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，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啊，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。
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这世界很酷。